我是李将士，李春桃。那他们两位呢？这是我的同事，他们刚刚已经用打鼓的方式跟你们。一看就不认识他们。我认识他们。嗨嗨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个是大宝，这是二宝。你们来了就是七宝，我就有九宝了，特别好。我们好久没有新同事了，请各位速速更衣。一二三。怎么样，将士们？哇，这身戎装还合身吗？走吧，入关。李将士带路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玉门关了。玉门关，是不是非常的高大雄伟？玉门关是怎么建成的？画图纸，然后马人，然后干。我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：茶地形。哇，茶地形。阴险阻。哇，阴险阻。坚壁垒。来，大家随着我的手臂，这是玉门关的北边，看到没有？有山有水有沼泽。看哪里啊？什么东西啊？看不见，你们听不到吗？你听听。停，好了，哎呀，听到没？敌人的哀嚎声，细作敌人一来，他就会陷进去，一不小心就毙命了。再来看西边，来，停，你们看到什么了？那边。你们看到什么了？那边车，那有车，车不是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扎眼了，看到脏东西了，来，哎呀，一粒黄沙进了我的眼。果然，你看这边的大漠，一望无际的大漠。哎，这沙漠是不是天然屏障？是。这黄沙啥啥的，你说敌人怎么来？这就是阴险阻啊！报告李将士，那像杨迪这种眼睛这么小，沙子进不去了怎么办？那他就陷在沼泽地里呗。哦，总是有归宿的，是吧？我都无语了。